来敷这个黄金软膜了啊，脸上皮肤松弛比较松垮的，然后有细纹的一定要去试试这款，它里面都是有那个 24K 金的啊，每次用两勺就可以了，我是用我们家的这个玫瑰纯露去调的啊，两勺粉两勺水的比例就足够了，敷15分钟之后把它取下来，皮肤 Q 弹紧致，毛孔都细腻了很多，25岁以上的姐妹一定要去试试这一款哦，超级好用。